次带女朋友回家竟然是这样子。妈，你在哪？我带女朋友回来了。我在外面打麻将。你在家等我，你把手拿。刷到了就别错过，别等到哪天需要的时候再来找就没有了。中国人的创造力，外国人永远想象不到，就是这个无痕双面胶。今天给刷到这条视频的朋友介绍一下我们家的无痕胶，用多少你就剪多少，家里的生活用品都可以轻松上墙，无处安放的路由器插排，用它固定，随你怎么晃都不会掉。卫生间的纸巾固定在马桶边上，拿取就方便多了。客厅的壁画、小摆件之类的，用它固定起来就不怕熊孩子打碎了。还有那经常乱跑的桌布地垫，有了它也不会瞎跑了。不用了，你就从侧面往下一撕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赶紧点击视频下方链接购买吧。今年贴春联一定要用上这款网格双面胶，贴春联不留痕迹，以前贴的这种抠不下来还残留痕迹，这种双面胶带网格纤维的设计能轻松撕下来，用它贴春联、孩子的奖状、压杯架、排插，方便又好用。